圣德高僧们的重要答复，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。农历正月二十四，第二十四道答案：能隔时见谈的具证德，绝对已经具备诵菩萨衣表的道行和先知预言的道行，是100%不退地大摩诃萨再来的具圣。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代大圣德们执笔回答提问。2018年3月11日。